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我相信在新的一年，耶和华要大大的祝福你，耶和华他要祝福你的健康，耶和华要祝福你的工作学业，他要祝福你的家庭，耶和华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神他是乐意赐福他儿女的神，我们跟前后左右的人说，耶和华要大大的祝福你，我所
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主要愿你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做光做盐，有生命影响生命，来祝福众人，彰显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你喜悦一切，你喜悦世人。主，你是我的心。
愿你欢喜，你的敬拜，愿所有的恩光拢归于你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